是那个玻璃的反射点。虽然我们有做那个 AR coating， 但是那 AR coating 大概是 1% 以下，但是光打上去 1% 还是会反射出来，所以目前它会打到影像外面。那最后如果要做成投影机的话，就是要好好的把它挡住，挡住这样子，就会从出光口把它挡下来。大概是这样子。那我们公司其实有另外做一些晶片，其实是也许跟您的应用有一点点相近啊，就是我们有在做雷射印表机，那目前有给日本客户在验证。那它其实